嘚瑟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一个臭保安还敢给我甩脸子？说不定啊，人家就是呆呆的小保安嘛。哎呀，那可是十元巨款呀！我咬咬牙，我也……你怎么样？你要问别人啥呀？可傻，你这个不戴整脸照样不能进。他咋知道我来外地了？有的水分，等会换岗了，取点钱。这钱都被取光了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我取钱。取多少钱？200。200？要不然取500吧。500？你这小保安喝了多少假酒啊？还取500？你看的晕倒有5块，我倒的喝尿。你再看不起人，也不能真看不起人吧？我看一下你晕倒。